第一件事就是以前我哋個校長 Terence Isles 咧，佢特別批准我咧留長頭髮，即係全間學校得我問留長頭髮，都知道玩咩，佢俾我留長頭髮同埋著窄嘅褲。另外一位咧就是陳耀覽老師啊，佢嗰時教我啲中國文學咧，令我非常之向往。咁啊冇咗陳耀覽咧，就冇咁甜，即係寫唔會寫到呢啲歌詞出嚟。